你在做什么？找东西。找什么？尺子。你的衣服破了，位置不好补，我想给你再做一件。量尺寸吗？哪儿去了？谈情说爱不是坐而论道，别摆架子。总之八个字：胆大心细，嘴甜皮厚。 不用尺子也可以量，怎么量？这样量吧。 不是得做衣服吗？就这样量。宋公子，我量好了，你放开我。 只量腰围，不量臂长吗？没事，我有数。那怎么行？这衣服做短了一截，能穿吗？量吧。 百姓家夫妻便是如此，丈夫耕作，妻子织布。量好了。嗯。机长。嗯。记性那么差怎么行啊？ 再量一次。你戏耍我。量吧。一、二、三。